我们今天虽然没证的，长时间的熏修，对经教的接触，我们对这些事理事明白了，明白就是讲的看破。那现在的功夫呢，那就得放下，看破没放下。 不行，解决不了问题。放下问题就解决了，就圆满了。头一个放下自我，诸位要知道，放下自我，灾难就没有了。 我们说业障好重啊！如果我没有了，谁受这个业障？没人说业障也落空了。那有我造的罪业，我才受这个果报。我没有了，问题解决了，彻底解决了。你为什么要执着这我呢？ 大乘法里面，你看真相，不见有法生，法有染有净有善有恶，通通没有，也没有善法生，也没有恶法生，也没有善果生，也没有恶报生，通通没有。 这是你看到真相啊！没看破的人，没放下的人，他在那里演戏啊，如同光影一样，不是真的。《金刚经》说：“梦幻。” 你能不能看到？能看到，看到这些梦幻泡影，这是无尽的意思。